好久不见，田馥甄怎么变这样了？网友，化妆都掩盖不了苍老。好久不见，田馥甄怎么变这样了？网友，化妆都掩盖不了苍老。近期，田馥甄现身机场，身穿以白色的上衣搭配棕色的九分阔腿裤，侧边大波浪卷发，对镜微笑的他略显尴尬有木有 ？Heavy， 你怎么了？笑容看上去极其不自然呢、啊。拉紧镜头看一下 ，Heavy 怎么看起来那么憔悴呢？岁月，你到底对我女神做了什么？网友感叹：化妆都掩盖不了苍老。不过这身穿搭却是相当个性洒脱的，长长的飘袖，遮肉的阔腿裤，她的这身穿衣搭配你喜欢吗？脚踩棕色的凉高跟，回眸微笑的 Heavy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自拍合照的 Heavy， 身穿黑色的上衣，侧分直长发，甜笑的她清新温暖。不过这眼袋有点大了。舞台上的她身穿黑色的连衣裙，袖子开叉的设计凸显出优美的手臂线条，长发随风飘扬，露出肉肉的脸蛋。谁能告诉我女神怎么了？脸部看起来有点怪异啊。私下的她身穿黑白条纹上衣搭配卡其色风衣，下身穿牛仔裤，炫酷墨镜遮面，简单随性又饱满的一身穿搭。白色的毛衣，披散肩头的长发，手捧水杯，美颜过的 Heavy 其实还是蛮美蛮迷人的。拼色上衣搭配红色的不规则半身长裙，侧分微卷长发，露出羞涩微笑的 Heavy 有美到你吗？